今天吃辣炒竹笋，还有干锅排骨，麻辣霉豆腐。先来一口霉豆腐。鸭胗，这个霉豆腐放软了特别香。到家不要直接吃，一定要放一放再吃。这非常好。
姐妹们好呀，今天我们吃稀饭配霉豆腐还有折耳根。这个是农家手工自制的霉豆腐，今天有活动哟，配有稀饭、面条、米饭、卷卷子。这个一定要放一放，霉豆腐到家一定要放一放，然后你们姐妹们不会放的一定要看一下主页的第一个作品。好香。这个是瓷坛的，是两斤，里面有50到60块，这个小可爱的瓷坛，然后瓶瓶装的啊，是两瓶，一瓶有210克，一共发两瓶，里面有10块，一共发20块。这是农家手工自制的，放软了去吃超香，看没？稀饭配霉豆腐是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。非常细腻，平时我们吃个下饭菜不知道吃啥，配个霉豆腐好香。卷卷子，稀饭太少了。有个霉豆腐配个稀饭，能干2碗饭。拜拜。